我们看例题十一，它是解下列绝对不等式的，并在数线上描绘出它的解集合。好，第一个 x 小于等于3，那代表呢 x 跟0的距离哈、哦、小于等于3的，所以它解集合是 x 小于等于3，大于等于负3。好，这一题很简单，那它解集合是这样子，0、3、负3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是 x 大于3，那么 x 大于3或者 x 小于负3。哦，它的解集合是这个样子。这是3，这是负3。再我们看第三项。第三小题的话，他说 2x 减1小于等于5。好，那它的解集合是 2x 减1小于等于5，大于等于负，然后全部加1， 2x 小于等于6，大于等于负5，加1就负4，所以 x 小于等于3，大于等于负2，它的解集合在这里。这是3，这是负2。